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。天真？我什么时候天真了？我是认真的。难道你认为我是在开玩笑是吗？可能是老天爷在跟我们开玩笑。你什么意思？厉寒，我不是不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也不是不想跟你走，可是我没有办法离开这儿。没办法？怎么样是没办法？好几天不吃不喝，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好不容易说服九姨娘放我们一马，是她反悔了是吗？跟姨娘没有关系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有我的苦衷。白雪，有什么苦衷你告诉我，我都能替你承担。是姨娘让我来请白雪姑娘的。什么？这刚掌灯就睡觉？切，你这骗谁呀你？难不成这房里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？谁呀？白雪姑娘，是我。怎么了？三爷带来好多东西，专程来看您。姨娘不知道您今儿身体好点没有，就派我来知会一声。如果方便走动啊，就麻烦您到姨娘房里头去敬个礼儿。我知道了。哎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这就是你说的苦衷。铁蛋儿，你喝酒了？你怎么喝那么多呀？我就是来看看你，好不好？看我，我看你是来吓唬我的。晚上没事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？赶紧醒啊！张九如夫，知道吗？我欠你的我。哎，别走！我去帮你拿床被子。不要被子。我去帮你倒杯热茶。不要热茶。热毛巾。不要你对我好。放手！玉儿，没事，没事，反正也没人闹当回事儿。阿九啊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就算喝了酒，说话也得凭良心吧。到底谁不在乎谁了？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你在谁那受的委屈，你就找谁去啊？你凭什么来找我呀？你凭什么让我受委屈啊？我在你那受的委屈还少了。别生气啊！你要不理我，谁还能当回事儿啊？到底怎么了？爷，我是不是很笨啊？我很笨呀！你要是笨，你那一肚子鬼主意哪来的？那都是丑角的把戏。
登不了大台面，所以人家白雪看不起我，不要我。那你不是一样不要我呀？关儿，二娘，上哪儿去啊？我出去见朋友。什么朋友啊？朋友就是朋友啊，说出来你也不一定认识。你是去找铁蛋儿吧？没有。看你紧张的，我又没说你找铁蛋儿不好。倒是有空的话，你带他到家里来坐坐，这大宅子人多，多点热闹。可您不怕也多了点麻烦吗？什么麻烦？爹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。你爹一天到晚能在家里待多久啊？就算碰到躲一躲不就成了吗？没想到二娘这么喜欢铁蛋儿啊。哼，这铁蛋儿还挺逗的，就是举止粗了一点，不过这不怪他，他从小生长在那样的环境下，对吧？嗯，要是爹这么想就好了。你爹是当官的，当官的人看人难免会严苛一点。另外呢，他怕铁蛋把你给带坏。我让你把他带来，就是怕你们平白在外面惹些是非。那倒也是。哎，我想二娘是喜欢这府里头热闹一点，对吧？其实要让府里热闹，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哎，你还记不记得云儿？云儿？哦，柳师傅的女儿。哎，对，就是她，就是她。嗯，她原来跟柳师傅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好好的，可是被爹这么一个请托，柳师傅出远门了。她现在一个人在武馆里面待着呀，没人照顾。我想把他接到咱们府里来，这样对柳师傅也好有个交代啊。嗯，这个嘛。哎，二娘，嗯，你想啊，这府里多一个人，就多了一份热闹。这云儿来了，怎么还有个照应啊？是不是？这主意不错，不过这事儿我得找你爹商量商量，看看他什么意思。这事还要问爹呀？当然了，你爹是一家之主嘛。再说了，云儿还是个没出阁的姑娘家，咱们这么冒冒失失的让人家搬过来住，会惹出闲话的。这有什么闲话可说呀？关儿，我们可以不在乎，但你要为云儿想想。我已经得到柳师傅的消息，他已经到西宁了，正在寻找严武。其实我在西宁住了8年，我那四个孩子也是在那里出生的。我不是来这儿陪您追忆往事的。其实这些往事和你我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可分割的。就拿这4块玉来说吧，当年要不是因为关儿满月，我也不会从德总长手里收到这份礼物。德总长？所以你之前就问我认不认识这个德总长，就是因为这4块玉是从那个德总长手里要过来的，是吗？那我娘的陪嫁宝物怎么会在那个德总长手里？我也就这个线索仔细的追查过，但是没有结果。那个德总长他是什么关系？他现在住在哪儿？白雪，你不要冲动。你快告诉我。我不能告诉你，我不愿意你为了复仇再次像飞蛾扑火一般盲目的去送死。遇上我，我会放过你；遇上他，他绝对饶不了你。只要为了达到目的，我随时可以死。你真的活得就这么了无牵挂吗？反正我已经举目无亲了，
我有什么可牵挂的？那杜丽涵，她是不是你牵挂的人？你怎么会知道她？我并没有刻意打探你的意思，一切都是机缘巧合。她和玉官，还有铁蛋的小子，相互都认识。我发现杜丽涵，她很有才华，也很有上进心。 于是就把他请到家里陪玉官读书。你和他之间的关系，我也是偶然才知道的。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。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他就不会放弃公费留洋了。公费留洋，是我为他安排的机会，你不知道吗？像杜丽涵这样的年轻人，才是当今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才。不留洋深造。 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啊！起来！ 大白天的闲着也是闲着，好无聊啊！不如找点乐子来玩玩。大爷，上次打您的小丫头刚从这走过去。上次那小妞啊？这小丫头片子，总算让我给逮着了。 你们几个大门口守着，不许让任何人进来，听到没有？是。今儿我要一层一层扒光了你！童四少。
英雄救母是吧？你别过来啊！你赶紧把他放了，要不然我不客气了。玉环，你快去找沈丹，他在房里，快去呀！啊！听这口气，这屋里还有一男的是吧？没想到你这小辣椒还兼职做站长，那就不差我这一个了。快去找沈丹啊！你别过去。嗯。怎么着？你要用这个杀人是吧？你用这个杀人。怎么样了，八爷？八爷，你醒醒！你竟然杀了八爷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走，走，快点走，快走！月亮哥，走！月亮哥，月亮哥，走！怎么了这是啊？姨娘正休息呢，这会儿。哎，哎，你别闯了你！怎么回事啊？江姨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什么事啊？一大清早慌慌张张的，快，快想想办法！铁蛋他，铁蛋被八爷的人抓进牢里了，快想想办法！哎呀，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事。不是啊，姨娘，他死了。八爷死了，是什么？出人命了，八爷死了！你再说一次，爹大哥被抓进去了，八爷死了！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杀人了，杀人了！你还不去跟我救人，你杵在这儿干什么？要去，咱们得拿上这个呀！对对对，你们得拿钱。北辰，我去拿钱。好好好。哎，你说铁蛋哥会不会有事啊？急死人了！是的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铁蛋闯祸了，铁蛋杀人了，铁蛋把咱们那八王爷给杀了。好了，你们帮不到我就算了，别在这儿挡着了，走开。云儿，怎么了？还不都是因为你。哎呦，这干嘛呀，兄弟，我人在手跑不了啊。哎，对了，红爷来了没？老兄弟，少废话，走，快点，走，进去。哎呀，啊！放我出去！你听话，你们放开我！
爷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！广儿，老爷，老爷，你这样会把他打死的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他和铁娜无法无天，把我都气死了。现在事情已经出了，你赶紧想办法救救铁蛋儿吧。救铁蛋儿？你知道他杀的是谁吗？八爷，那是前朝王爷的遗孤。不管死的是谁，我求求你，救救铁蛋吧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你求我，我去求谁？杀人偿命，这是天理。哪怕杀的是一个平民百姓，他也是死罪。可我亲眼看见那个八爷，他宠你无管，他欺负云儿。老爷，傻小子，你亲眼看见，亲眼看见是随便说了吗？你知道，说了这个话，你就过不了甘心。爹，爹，我求求你，救救铁蛋儿。老爷，老爷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救救铁蛋儿吧，至少得留他一条命。这两个孩子也是为了救柳师傅的女儿啊，老爷，老爷，这回不同啊，你傻呀你！他杀的是八爷，德阳柱的亲戚，就这层关系，我们童家就脱不了干系。爹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他，爹！老爷，老爷，我求求你了，老爷。够了，我也只能是尽力而为。如果铁蛋儿那小子命该如此，他也只能认命。爹，要是不肯救铁蛋儿的话，那我只能自己去警察局自首了。广儿，人是我杀的。我杀的！人杰这孩子这两天究竟干什么呢？金云回来这么些天了，也没见到我这儿来走动走动。嗨，还不是为了门头沟的事啊？哦，门头沟的事还没搞定呢，是不是卡在童善那儿了？我听您的，我忍着，好事多磨嘛。童善这老小子，简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老爷，老爷。不好了，老爷！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大惊小怪的。什么？让人给杀了？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上我们富察室的人？是九号公馆的小混混。凶手呢？已被打入死牢。打入死牢就算了，没那么容易。三爷，家里有点小事儿，我就不能陪你了。您忙。北兄，是。你们要见什么人啊？他叫铁蛋儿。铁蛋儿，什么时候进去的？今天上午进来的。上午进来好几个呢。他犯的什么案子啊？纸包，
八爷被杀的案子。什么？八爷被杀的案子？你们赶紧走吧，这事没法说。走。那大爷，求求你帮帮忙，人命关天呐！这是重大刑案，夫人一进去就变成死囚了。你就是磕破头皮求我，那也没用啊。不是铁大哥做的，是八爷他该死，你们一定要查清楚。走带我去见他。是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，我弄死他。铁蛋儿，我说小子。你醒了吗？啊！你说你敢捅死八爷？啊！你说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？我没有，我是冤枉的。你说话就小气，我刚才还夸你有本事呢，怎么现在你就喊冤枉了？我没杀人，人不是我杀的。你没杀他，难道是我吗？啊！说。是谁指使你的？切，给我换个粗的。那样，娘啊！娘？哎，是你娘指使你的？啊？不是，让你跟乱党挂了钩。我没有，没杀人。这滋味吗？你干脆把爷爷童子官给杀了算了！你急什么呀？啊，活罪我还没让你受够呢，难道我这么快就让你受死罪吗？啊！来，有道是。小子，没让你不去。姨娘，姨娘，咱们再好好想想，看还有谁能救铁蛋儿。童四少爷、童总长他们呢？没用的，谁敢去惹这种官司啊？再说童总长跟咱们有没有交情？他干嘛替我们惹这种麻烦？我可以去求他呀，毕竟。我以前跟四少爷喝过酒，这童总长未免也太狠心了。铁蛋哥要不是为了救四少爷，也不会被抓去顶罪啊。你说什么？谁替谁顶罪？你是说我们家铁蛋是为了给四少爷顶罪才被关进大牢里的吗？是不是啊？这事怪我，他们俩都是为了救我才……到底是谁杀了八爷？你说呀。四少爷，哎呀。哎呀，我们家铁蛋有救了，我们家铁蛋有救了。老爷我没错，我不能看着云儿受欺负而袖手旁观呢。你错就是错了，不要狡辩。你读书不成器，我认了。你整天的游手好闲，我认了。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吗？我最怕的是你成为这个社会的败类。现在的我，
我同善的儿子成了杀人犯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一条命啊！反正您的心里就没把我当成过您的儿子，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。我不论做什么，你都觉得是错的。把门打开呀，老爷！我们开开呀，老爷！开门，老爷！开门，老爷！你最喜欢的三个儿子都在这照片里。当我记事起，我就活在他们三个人的阴影之下。你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想的吗？我宁愿当初死的是我，而不是他们三个。至少我现在还能让您惦记，而不是让您嫌弃。说完了吧？告诉你，你说对了。真想当初死的是你，哪怕我同善断了后，也不愿意让你这个败类来辱没我童家。那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，一枪打死我算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喜欢允儿，我喜欢他，因为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而照片上的这三个人，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的兄弟，我做梦都不想见到他们。我恨他们，我恨你，我恨你们家。反了你了！我打死！你开枪吧，打死我，我就解脱了。好，我就成全你。老爷，开门！老爷，开门！老爷，这样不行。老爷，管家，老爷，你快去找把椅子来，把门砸开。哎。姓程的，你给我出来！把他放下！出来！出来呀！快点，把他放下！快把他放下！出来呀！听到吗？把他放下！快点！老爷，开门！开门啊！老爷，开门啊！老爷，官儿，官儿！四少爷，四少爷，少爷，官儿！我官儿，少爷，醒醒啊！官儿，醒醒啊！官儿，少爷，老爷，少爷。那个九姨娘在外面喊着，让您还她儿子一条命，不然就撞死在童家门口，都快拦不住了呀！我就不信我等不到童家的一个人！把他放下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把他放下！快点！林家娘，林家娘，冷静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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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我怎么把他们童家这些缩头乌龟的脑袋一个一个拔出来！让他进来。佟大人，你们家四少爷在外面杀了八爷，他应该去自首的，凭什么让我们家铁蛋当代罪羔羊？你们家儿子是肉做的，我们家儿子就是铁打的吗？拿着，他就命贱，他就该死。姨娘，佟老爷，这事怪我，是我害了铁大哥，也是我害了四少爷。八爷的命应该由我来偿，我去认罪。站住！人可以走，刀留下。这里就算天塌下来，也轮不着你这个小丫头片子扛着。我就不相信，这真的没有用肩膀扛事的人吗？官儿，官儿，四少爷，官儿，四少爷。四少爷，我们家官儿已经被他爹打成这样了，你还要怎样？老爷，你真的想让官儿死在你面前吗？那好啊，你准备好两口棺材，让我和他一起去见夫人好了。也只能这样子吗？打死了这个，你救得了牢里的那个吗？
我会尽量想办法救你儿子，但救得出救不出，不敢说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被杀的这个八爷是内务府德宗长的亲戚，就这一层关系。少跟我废话！我才不管死的是什么样的皇亲国戚，我只要我的儿子铁蛋好好的活着。如果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会用我的全部性命跟你拼了！ 到时候你要买的，恐怕就不只是两口棺材而已。头，这帮囚犯这段时间就要行刑了，看好一点，不要出什么差错，知道吗？是。 真是万幸啊！大夫，光儿他会不会？没有什么危险，不过这样也要休养个把月，这伤势啊才能够得到复原。这童总长怎么会对自己的儿子下手那么重啊？我开几个方子，内服的、外用的都有，麻烦二夫人吩咐一位家人送我到铺子里去取药。 那谢谢你了，不客气。铁蛋儿，是我对不起你。 昨天晚上，我可怜的孩子，辛苦你了。你不再睡会儿去了？我去睡觉，谁来救你铁蛋哥啊？姨娘，这事儿我想了整整一个晚上。能救铁蛋哥，只有一个办法。这件事情说来说去都是由我引起的，祸根也是我在茶楼上种下的。 我去警察局把事情说清楚，然后把罪顶了，铁蛋哥就会没事了。一个换一个，这算什么办法呀？铁蛋没事了，你有事了，那还不是我们母子俩的事情？更何况，等你爹回来，我拿什么跟他交代呀？可是姨娘，我知道了，云儿，我知道你从小就打从心眼里不喜欢我。 那是因为我跟你爹之间的关系，我跟他那笔烂账，是这辈子算也算不清楚的。可是你跟铁蛋儿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哎，过来，这事儿。
我跟你爹谈过，其实我一早已经看出来，在你心里对我们铁蛋儿那份死心塌地。说实话，云儿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家铁蛋儿能够娶你，那我是100个安心，10000个放心。可是现在，姨娘只能把话许到这儿了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家铁蛋儿真的能有幸脱险回来，姨娘就替你们两个把事情做主了啊！怎么，你还有二心？不是，不，姨娘，我，雪儿，我刚刚听到你们讲话，所以我就没有进来。云儿姑娘，姨娘，铁蛋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就算拼了这个娄子，赔上我的老命，我也要把我们家的铁蛋救出来呀、啊。问题是我现在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才好。那童总长那儿呢？你别跟我提他了，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一想到八爷是德总长的亲外甥，吓得他嘴都歪了。我怎么能指望他救我们家铁蛋？深无息，悄然落在心底，一切都是那么的轻易，相爱却是一个难题，思念难以平息，命运颠沛流离，苦涩伴着甜蜜，乱世不能乱我袖，滴血埋下恋人生死不弃，乱世不能乱我爱，你患难相知己，一路路生命乱世不能乱我袖，滴血埋下恋人生死不弃，乱世不能乱我爱，你患难相知己，一路生的。